我们来到了五官的白人，这是吊桥吧？那我们即将会往离山，真是一个难得可贵的经验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狗狗，嗨。大哥，你是村庄里面的人吗？是啊，我住在村庄。对，是这样。我就知道他是什么。好，对啊，大家精神都很好，大家精神都起来了。武器吗？嘿，啊，在那放在头上吗？他是，哥，这边照几公里吗？哇，我操！哦，睡，好睡呀，睡。接下来访问当地祈祷，请问祈祷，请问这个是我们所谓的日出是吧？祈祷啊。你跟这个拍照一下，很有趣，我把它踢下去。出大金了，加油！拜拜，顾车主义。这有没有尿？这有没有尿壶啊？挂一架背，挂一架背，加速点，你去把后面的应该可以了。有厕所？没有。他前面技术太烂，都不会赢。害我要上车的时候就回到门，所以你成为二郎神了。这是地方祈祷，祈祷。你这次怎么又从昨天的那个灵山到现在又出现了？你倒是有何居心呢？是我们要冲百岳。你看，大家都吃太饱。先喘，你不要刻意跑啊！我跟你讲，没让你会吐。挑战不同的路啊，换路。啊，不知道啊，这里路好像比较好走嘞，各位。半份啊，好不好？然后还有。有没有食物？完全没有食物，充电器，还有拖鞋。充电器要插哪里啊？完全没食物，干。超美的，起步了，大姐也很厉害，很厉害，真的啦，耶呼！每次爬完山，跟上面的虎浪完之后，赶快下山，都会爬。
在这身上现有的东西就是 A4 纸、啊、我觉得我电号啦、啊、没关系我同意到啦，这是彩虹，那是那是你平衡感不好，你要把每个叶那个叶码要分均匀，这样就不会掉。你看我从头到尾都没掉，哎，真的有用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圆轴这边要注意哦。滚、欸、滚！哎、欸，赛德克不是有那个说看到彩虹会怎样？看到彩虹的笔端会怎样？哎、欸、呀、啊，赛德克，可赛德克巴拉不是有演呢？那里面讲什么？安静吧，不行。嗯。Thank you.